我告诉你，练英雄要怎么练才能练得起来，玩个几把它是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练英雄，要练英雄我就得找个新号，我一直玩这个英雄，就一直玩这个英雄，用这个英雄上到王者，这样才算是练英雄。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，我先挣他1亿。不玩永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等有的时候再玩，好吧，先用泽拉斯玩一下，太过分了，我生气了。暗星泽拉斯，黑亮收割，气定神闲加致命一击，受死吧。哎，算了，我不秒了。哎，进来，我操！哎呦，我操！哎，我怎么带了点狼啊？我怎么这么嚣张啊？谢谢，我是拱瑞斌的53万卡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，我是拱瑞斌的53万卡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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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我操！他天赋带错了。他带了个陨石，哎呀，等三分钟，我操，不会秒不掉了这个。他不能，他得大退啊，兄弟，你不能挂在那个重新连接啊，兄弟。如果你在看我直播的话，兄弟，如果你在看我直播，兄弟，如果你在看我直播，千万不要在那个上，千万不要上客户端啊。千万千万千万不要上客户端，知道没有？直接大退 ，WeGan 都就留个 WeGan 就行了，直接客户端全退了，不然我们待会三分钟不了的。什么都好说，有些东西。别搞啊，输了掉钻。真正的魔法。GG， 完了，三分钟不了。赶紧连回来，赶紧连回来！我操，还有机会。队友别送，还有机会，说句实话，我能吸。往我们这边跑。对面在干大事，在放追你们。那边有野吗？我要是带队友翻盘了，这特点很烂的，就多抓几个吧，翻屁了。特烈挺装逼的，我起飞了，我
妈高地没了，这个什么没了。啊，我刚刚杀到差点钱，所以我仓了，对不起。反正寡妇也穿了六。我刚杀到差点钱，我操！有点难。我操！这寡妇怎么这么肉啊？不是，这个暴君怎么这么肉啊？我操！哦，点蓝都没上，盲王不开大吗？他都开出来呀、啊。一人给点力，一人。帮我奶呀、啊！你别跟着寡妇啊！这些龙还是他们的，辅助有虚弱吗？我操，牛逼！帮我扛一下，帮我扛一下，我是这里奶奶。死！这一力不帮我吃一下这个克烈的大吗？再一走啊，你有闪现的反正。你是
对方的漂亮，我操！可以，没事，寡妇杀了他，装逼，装逼，装逼，怎么说？完了，我先逼的我。我不该用这个沙漏的，我操！这个狼人，这个狼人，我操！忙完，忙完，别死！呜。一人一人漂亮，我不想掉盾了。一人一人是家里有蛮王，我们怎么说？你他妈是不是在吵死啊你？你是不是在找死？来把我秒了，今天把我秒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杀漏！哎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应该是杀蛮王吗？你他妈的，你瞅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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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忙完得守家，忙完，我们去推。不过暂时不用了，是吧？我们也有大龙 buff 这些中团嘛。我应该射对面 ADC 的，看，留个大招，不过大招也快好了，没事。我操，还好射死他妈的！我刚啥都没好，吓死，直接闪现了。你瞅啥？你瞅！已经。一个 W 一个 Q， 哇操，全空！来，你妹的！我都以为我要掉段了是吧？我操，翻盘了还好。可以，13点，你看现在加13是不是？加13了。